叫一场比赛后休息。短跑、爆米花、炸弹、五折。个十百千万三万块，所有弹药无限，鸽子现在害怕我，无限使用。嗯，库存没东西，好。刚开始。符文又是哦，符文是刚刚的鸡蛋。嗯，合作模式需要一个操纵杆。比赛期间开始。哦哦，难怪想说什么人都黑黑的。WSD 移动左键射击，一二三主要武器，二刺激，三特殊武器。一购买 F 五，最终空白短跑，空白短跑。一购买，等，可不暂停，可以暂停。我总要有弹药吧？弹药无限吗？我弹药在哪里？哦，十九，我看到了。干嘛？等解锁成就，四百、五百，啊，这个是多少？什么东西？一购买。哎呀，什么游戏啦？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？哎，好。也不是说难按呢、啊，哎，射不到。第三波是什么？不够，没有足够的法力。哎，是要对，也不对准，你熊好戏。不能踩哦！当当，提升武器，怎么换弹药啊？控制，看一下哦。主要、次要、特殊购买一、二，我没有二。这游戏感觉我玩不久耶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还是去玩僵尸好了。我打斗阵好了啦，解锁别的地方，有什么好玩的 ？Hello， 一二三，三下。哎、欸，变难打了，救命啊！裤子有人呐、啊！哎、欸，变难打了、欸，哎，裤子有人哦。跑速增加啊！我知道了啦，我刚其实可以在那边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解锁一个变好难打，下一个要多少钱？1500，快了。
傻眼，那是什么游戏啦？好了，应该是射两发就死了。好的，再来啊！哎，不是哦，哦是。是买了能干嘛？还能再买？啊！画面有大变，怎么有红色的鸽子？哎，真是粉鸟了，哎，昏叫，完蛋啦！救命啊！我们刚刚在讨论，作者应该是很讨厌鸽子，可是。我觉得他应该是被鸽子炸过啦，你们觉得咧？他应该是有被鸽子炸过才会变这样啊，不然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游戏？线上生存，算了，没朋友。买人能干嘛 ？PTS， 买枪。啊，原本就这样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两把都一样的嘛。哎、欸，不一样哎、欸。哦，第二把比较痛。啊，白痴哦！一一一，好，用第二把枪。嘟嘟嘟！还能再买吗？一样啊。欸、而且发现一件事情，玩这个我不能看聊天室了。加攻击，加攻击，加攻击，加攻击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时间开始好快啊！多少？三千。我看介绍有法师啊，我怎么没看到有法师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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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拜哥，拜哥，他不用换弹啊，他换弹速度很快。
再买一枪吗？啊！我点到外面去了！啊！我点到荧幕外面去了啦！哎，唔通啊！它是还在升哦，哇！我觉得乖乖在这里面就好了，哎，干嘛要出去啊？也不对，哎，这好像比较好，哎。糟糕。我不想玩了，我不想玩了。这能干嘛？加速度。可是感觉是一场游戏结束后就没了、啊。嗯，爆米花。来试试看，我就不信。来啊！有法师，法师该不是要解锁角色吧？你还有50分钟，没关系啊，等下来打斗阵啊，气死了！我以后看到鸽子，我要打他们了。而且我还没拿到76的那个啊，很丑的那个毛衣造型。哎、欸，按 F 可以放技能了，按一下。哇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提升弹药类的。
东西？购买炸弹。嗯啊，白色鸽子不会炸到队友哎、欸！我再去看看。啊！等一下，我在看聊天室。妈咪，不！哎、欸，他没有游戏暂停啊，他只能 ESC。现在要解锁另外一边，这边还有个东西还没开过。哎、欸，没了，就上跟下，上面是加那个嘛武器强度的，啊，下面是加弹药的，嗯，加强度吧。妈，踩到鸟屎也会受伤啊！是我太省子弹，对不对？我就不用那么省子弹呢、欸。哎哎哎！我太省子弹了。没有让人休息的时间，是不是？不要啊！好多小鸟啊！等一下！放弃，我们去打斗阵。不行啊，太难了啦！不然就是我私下再偷偷多玩几回合。嗯，看一下、喔、木偶敲我。噔。等一下，为什么需要安装？等一下，他要安装啊！傻眼，为什么要更新？惨了，惨了！那我们只好再来玩一下啦。所以他钱这么好赚，那一定是。不稳，对吧、啊？一次性的哎、欸，那就哎、欸、看一下下一只角色解锁要多少钱？2500，5000？问号，再赚一下钱吧。我们换另外一把枪，我就不信。看一下哦、喔，这半价也不错哎、欸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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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那么多钱，我们再这个好了，出发，当当，哇，子弹好少，啊，砰，哎，屁啦！很棒哦！不用瞄准，
不用太瞄准。没有啊，只能前期小张啊，后面就没有了。好棒哦！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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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摇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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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棒棒棒！屁啦，散弹最好是可以射这么远啊！啊砰！2500的应该是法师吧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我看那个游戏介绍的时候，有看到有人拿法杖。我们去这边。阿彪，阿彪，阿彪，阿彪。不错，啊彪，啊彪，哎，更新好了，暂停，不暂停啊，我抓个羊，好，哦，加跑速的这个很重要，买一个，我这边还可以买的，噔，600块。其实还蛮好玩的啦，只是量太多了。他会卖那个，我就在想说，后面难道会用到子弹用光的窘境吗？那应该是很恐怖哎、欸。